你们是哪一组？靠近一点，那个会太远太小。我说，两个靠近一点，那个镜头比较好带哦。那个泰雅族，爸妈都泰雅族吗？啊，都。哎，不是。没有泰雅跟阿美。哦，那个。泰美阿。泰美阿哈。对。你是哥哥哈。对。你是弟弟哈。哎嘿。那我先来问一下，哎，你现在还在学吗？当然要学啊，怎么不学？在人生中。你现在念哪里？我现在念你心里的那里。好了，看一下，没有。能忍呢、啊？能忍，打篮球的吗？没有啦。光光的，很上的。几年级？几年级哦，快毕业了，三年级。你是认真讲还是开玩笑？我讲真的啊。哦。这个炮友怎么翻？乌拉拉木恩。那如果你可以讲乌巴布登古大一下，你要堵住他小便出来的地方啊。哦。我是泰巴朗的土生土长的金虫。哦。你到旁边，为什么要带镜头？哦，那你说你是现在之前在工作哈？对。高中休学。对。我来自安平那边。休学哈。对。哦，那之后想不想念书？会。会哈、哦。想念什么科系？餐饮。你先不要动，你先不要动。不要动。抓特写，不要动。不要动哦。没事吧，抓的。你那个脖子的草莓是哪里？啊，哪里？自己捏的。来，你捏个来呗。不要捏了。那我来问一点母语哈。来，问你母语。弟弟，你先来的。眼睛怎么讲？老呀。鼻子。啊？鼻子。然后，哪高了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啊。嘴巴。嘴巴。嘴巴不是。喇叭。脚怎么讲？嘎盖嘎盖。肚那个手怎么讲？手。胳膊。大哥，那个德鲁古话、泰鲁格族话哈，电影里面那个邦嘎有一句。叫干你娘，那个德鲁古话可以怎么做翻译？他们黑不不熟。那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他们黑不不熟。他们黑不不熟。哎，好，蛮快说罢了，谢谢啊。那个头怎么讲？多嘎。好。嗯。那个头发会不会？头发不会。眉毛跟胡子，眉毛胡子不会。男生，啊，男生，李贵哦，对啊。女生，李令。哦。嗯。以后想不想念大学？我不会呢，不会想念大学。那以后想做什么工作？做什么工作？做老板吗？嗯，郭台铭吗？怎么可能？还是要比他更厉害。做老板就很了不起了。哦，那你会不会想把泰雅语学好？很想还是还好还是不想？就看时代变化咯。什么意思？就看这个。学生要拍照吗？不要摄影可以吗？我们有权利，不可以摄影。我们有权利。哎，关机了吗？不行。文化啦，看文化。哦，能不能发展下去，这只能看环境了啊。那你几岁就会喝酒？几岁就会喝酒？小五吧。小五。嗯。抽烟呢？抽烟。等一下，换灯。那个，我来问你点母语哈。对。那你就升级版的好了。啊？男生的器官怎么讲？去呀，我不信。懒觉怎么讲？五个。哦，那个。他们说女生的鸡排怎么讲？台语鸡排。比比啊。哦，比比哈。那个，现在说安全性行为哈，不要随便做爱。那个做爱怎么讲？大哥，那我问一下哈，德鲁古话、泰鲁格族话，那个台语超鸡掰怎么翻？大家跟着比比说。那你再帮我拉长音示范一次。呆呆跟努比比数。呆呆跟努比比数。对。好，蛮好意思吧？谢谢哈。就是打谬。哦，打谬，只有一种讲法吗？对。是还有一种叫麦酒的。麦酒也算。哦。哦，那个怀孕会不会？一样。一样哦。呕吐。吐。常常喝酒呕吐。
呕吐。嗯。没有嘞。好，好，那个接吻会不会？应该经验很丰富，接吻怎么讲？接吻。哦。不知道。你那个草莓是没有三天剪的痕迹吗？没有。已经有点暗沉了。经验。好，你为什么没有先念高中休学？嗯，是因为高中读不下去吧。干嘛帮他们？来，阿不伦，前面一点呢，阿妈摸你的人就不行了。好吗？啊！你本身很糟啊！要拼死要拿回去吗？不要走！进来。经费的问题。哦，经费的问题。对。那这三年都在乌来的温泉做事吗？对。那有没有存钱？还是都喝光了吗？都给家人。哦，给家里帮忙了哈。哦。那以后如果念高中，想学什么科系？餐饮科。餐饮科，你刚才说对美术有兴趣的。啊？对，会美术也有兴趣的。美术。画画。有兴趣啊。哦，餐饮。美术都可以。对。哦。想不想念大学？有，如果有机会的话。你现在不下班？没有。这么打他。哦。那个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哈。嗯。等一下。可以在这边睡。范围上，你刚去这边都在照。他是他们自己要照的，你现在别人在照相，你拍他们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你在是有肖像权啊。OK， 谢谢你。这公开活动怎么了？公开活动我们是大会，我们有权利可以邀请哪些人可以来摄影，哪些人不能摄影。如果你现在的影片如果拖到网上，我们可以主张，因为这是我们是大会主办的东西。香港交代员，谢谢你。香港交代员，我是裁判，我是会场管理，你可以针对你终于要交代了吗？不是。我是会场管理，我用我的管理的权。大会报告，我们跑到紧接在后的是桃园区卓溪乡、海端乡、卓溪乡、海端乡以及延平乡。大家都不要为难，好吗？看一下，可以吗？画面够了吧？好，现在进入最后一圈。对不起，我们禁止你拍摄。大会报告，我们大队接力是禁止。警察。我不会找警察、啊，这是我们的场地，这是我们的场地，我们禁止你摄影，请离开。对不起，你可以在这边观赏比赛。乡长交代的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乡长交代，一点。大会报告。跑道上现在马上要进行的是射男组800公尺的决赛。你为什么不能摄影？介绍到此。我们有权利。第一道信义乡。你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我们都有听闻过、啊。我们在网络上也欣赏过你的大作啊。第三道，我们这么会卓溪乡，好吗？第四道，大家互相。桃园区，这不是自由。第五道，桃园区。我们大会，我是大会的会场管理，我来。海端乡。第八道，卓溪乡。谢谢你，好吗？大家一起帮忙。李先生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我现在要摄影什么了？你现在如果好，我们达成一个协议，如果你躲在一个角落，我没看到你就算，好吗？喂，你可不可以用母语简单自我介绍，三句就好。然后我几岁？我是泰雅族的男生，我住在乌来，这样就好。好吧。或其他你会？要不先入镜吗？尤俊杰是母语名字叫尤密，嗯，然后21岁，打高了，你说妈妈是那个叫花莲的，我那个只知道她是花莲。你说那个富什么富里啊？富里乡的，不晓得。不是，我只知道妈妈是花莲。哦，那你这三个月现在刚好休息哈、哦。对。三个月有没有做一些自我充实的事情？我来自台东，我喜欢充气娃娃。我每天晚上都需要充气娃娃，无时无刻的时候都需要他的照顾。完了。接力。小红
然后充实自己的。最近你说也在卖那个猪葱的哦。哦。那你自己种的吗？自己种还是长辈种？自己种。也是你自己种啊？哦。种多久了？你第一次种猪葱是什么时候？很小的时候。没有。嗯。10-20岁的时候。哦。才开始。那你看录影机不要看灯哈、哦，你几岁就会抽烟？我高一上学期的时候。那喝酒呢？喝酒是也是高一上学期。哦，那蛮晚的呢。对啊。哦，那槟榔有吃吗？不吃槟榔，不要吹牛。是谢丽香杯，是谢丽香杯。这片海为你也太多情，一起到天明。哦哦，你不是给我说的最后约定，说你在离开我的时候。你上一次你说酒驾劳动是什么内容？车祸。是不是酒驾那个劳动的内容是什么？劳动是几乎是到类似清洁队的那个清洁队里面，要帮忙做那个厨余，帮忙类似去帮忙他们倒厨余啊，不然就是分类啊。今天为什么你会来？有没有很辛苦？是什么原因？嗯，还好呢。都没有碰到下大雨吗？有下大雨照做啊，你就觉得习惯，好玩。就一开始是觉得很脏，不是很好的味道。嗯。可是到后面就觉得比较轻松。跟他们工作还蛮有那种，就是他们蛮照顾的，蛮照顾的。哦。但是我会唱甘比亚的国歌，你要立正站好哦。呼呼呼呼呼呼，我的地上嘿嘿。脖子上面，嘿嘿，头下面，嘿嘿，嘿嘿嘿，对吧？对啊。那会想到乡公所应征清洁员吗？啊，我考过试。那个竞争的人很多的。嗯？竞争的人。考过了，就是因为体能是过，可是笔试就不过，因为他有把几题就是抽掉，嗯，其实 A 卷跟 B 卷是不同的考试题。哦，那个是掉包，就对。他考题是罚款跟那个什么前后来车的。考交通的吗？对，交通还有罚款的。跟考驾照一样的内容，差不多。哦。什么时候考的？有忘记耶。忘记几月考了。嗯。好，跟女朋友看一下，你是没有被我的懒觉打过吗？怎么讲？我这个我不太干净，你是为什么？美沙苏乌达斯姆，这样吗？美沙苏，不是，我先问一下，美沙苏什么乌达斯姆这样啊？什米巴，对，找一个字了，美沙苏。神秘巴，神秘巴，但是我这样才可以。没事，叔，神秘巴，但是我你是欠我的懒觉打。对哦。去年的时候就开始考了。那你可不可以唱一小段歌？一小段就好了。唱一小段歌，流行的。我不会唱。随便一点。我不会唱歌。嗯。随便两句就好，两句就好。后天。两句，两句。去，嗯，随便。我真的不会唱歌。念两句，那就是说唱，简单两句就好了。好浓哦。有声音就好了，不用很厉害。我真的不会唱歌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两句。纳闷。两句了，快点。两句，哎。这个不单曲了，为什么只招他一个？不加。原来是你啊！哦，你好，大姐，你好。哦，
是不会下车。奇怪。好，先帮我介绍这边是什么乡什么村？这里是中子。没有，是乌来村。新北市。新北市乌来村。乌来区的中子里。对。哦，中子里的那个台湾话怎么讲？啊？什么东西？胆饼。胆饼。胆饼哈。那介绍一下那个中子里这边有什么特色？有特色。有吗？有很美吗？有那个啊，有干药啊！大姐，我可以照你吗？可以，可以，不行。马告还有下个就是阿丽，这样特色。阿丽哦，阿美族的阿丽是那个哎，那个贵族笋啊。吴大师比比，哦对对，好听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吴大师比比，他姓吴叫大师啊，他妈妈叫啊不，他的老婆叫比比哎。哦。他姓吴叫大师。哦，吴大师。他的太太叫 BB， 吴大师 BB。夫妻，人家所谓的夫妻就是咸康力啊，就叫做吴大师 BB。哎，那这个跟那个生殖器官方面会比较有接触性的。哈，真的吗？对。那为什么会把它直接写在那上面呢？吴大师是海绵体的意思。大哥。为什么你会把那个东西写出来呢？对，海绵体的啊 ，BB 是洞口。对，桃山村的不，不好意思，扯远了。喂，你有点。桃山村的隧道是不是？就桃山隧道的意思。桃山隧道的意思。阿美族的阿力是什么？弟弟，阿美族的阿力是什么？啊？阿美族的阿力是什么？阿力，他们的阿力是 mature 的意思。mature。哦，不要了，不要再讲了。阿美族的阿力是 mature 啊。哦天！你去问，你去问阿美族里面那个，你去问工作室，我是讲真的。哪弄阿力？他们叫苗力。对呀，你。我就是我们的那个呢。哎，做爱的。阿美族，阿美族的做爱叫阿力，然后是同一个音，不同意思。不一样。对。你都没有学阿美语哦。我在这边，我哪有时间回花莲？啊。我从这边长大的，又不是在花莲。你觉得中子村环境哪里需要改善？啊，太多了。好，帮我讲一点，讲一点，快。太多了啦。太多了，太多改样了。改样。啊，对。改样。改样就是妈妈。对。往生的妈妈叫改样。不是鬼啊。啊，乌毒又不一样。马告叫马。说乌毒。改样是乌毒的意思吗？啊，不要乱讲了吧。我讲话就讲那个。不是，什么是改样？改呀，他们说往生，我才想到说是那个。改呀，就是往生，就是妈妈，妈妈往生以后才叫那个改呀。好，你来唱两句好不好？唱啊，随便。你会唱的都可以，国语流行歌都可以。唱歌，大姐，你要帮我唱那个比比呀呀哈。啊，闹了啦。应该是要唱啥歌呢？都可以，你想唱什么都可以。圣歌嘛，圣歌最好了。台语歌、流行歌、流行歌，对。一样一路啊嘛苦，嘛一把苦拉皮卡拉喂。你进来镜头嘛，哎，长那么美。快点！流行歌，我牵着我的牛。可以，九一的可以，快点，快点。啊！我牛牛牛牛。为什么58？你为什么唱的歌？都可以，你现在想得起来的都可以，几句就好，不一定要整首。你直接从副歌唱都可以。我唱一下啊。20好了。刚刚升多少？欸，真的很快，三块。忘记了。再去说他拍照。是吗？啊，你去各个原住民的活动拍了影片，然后上传以后，底下里面全都是负面偏激字眼。啊，那个字是你写的吗？不是吧？写我？应该不是。别人写你的，啊，你就这样所作所为啊！你拍了影片，然后说，你去秀林国中拍他们运动会影片，然后说全部都是什么酒鬼毒娃，什么鬼？那跟影片有关系吗？你做的啊。两边夹击是另外的事情。
我也写教那个频道是不是你的吧？是我频道怎么了吗？所以频道是你的，影片是你上传的，新闻旁边没有，影片是你做的吗？你现在有什么事情？就是为什么叫乱报道呢？就是这个事情呢、啊，难道是为了什么事情？人家你应该是为了什么事情？你一个录影看是不是？你那影片我有在录影啊，为了什么事情？你这样弄对吗？为了什么事情？你只是讲是为了什么事情，这样对了吗？你这样对吗？这些是干嘛？你想看闹什么？在我们这里是干嘛？你一句话是为了这个，为了什么事情？不要假信息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在我们村里出现了。我等下回来，我看到你看看，我一个试试看哈。玩笑。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话要经过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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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妈没有告诉。